下面请您欣赏卖掉票，表演者岳云鹏、郭德纲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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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亲爱的朋友们，谢谢。哎呀，这是开春以来第二次说相声啊，这个站在这个舞台上有些紧张。我记得上一次来这儿演出是上次啊，是上次在这演出已经很多年了。在这，我记得上次在这演的时候，那会儿我还很红啊，很红啊。现在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尤其是今天春晚以后，哎呀，感觉自己不会说相声了啊。还好，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跟我师父一起演出，啊，我师父今天给我捧哏，特别高兴，特别激动。要不我师父您也说两句。你刚才说你上次站在这儿很红，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多年前咱红过呀。红过吗？红过。哦。红过，很膨胀。就是上过春晚的演员啊。当然了，在这儿说这个不合适啊。嗯。因为首先这是天津，对，又是我师父的家乡。嗯。台底下都是父老乡亲们。是。啊，万一说的不对，台底下往台上扔东西也不合适，是不是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这是我的老恩师。是我。一直提携我，一直在帮助我。这么些年，我来这儿，我今年38岁，我在德云社我整整19年。哎呦，你都来19年了。19年，我这半辈子都在德云社呀，各位。你这一辈子也活不了多长时间呢，这个，啊，尽量多活呗，使劲活呗。你都来19年了。我都19年了，令人感慨，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情。嗯啊，这个不用提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。嗯，在我师父身上学习了很多。哎呀，哎，尤其是我师父和于老师这种爱情，这种来，这种友情关系，说清楚点啊，这种友情。嗯，台上是好搭档，对，台底下是好兄弟，没错。当然了，我师父在台上经常拿于老师砸挂，说我师父喜欢这个什么于大娘，是吧？怪害臊的。嗯，就现在岁数大了也不行了啊。说于老师的父亲怎么样怎么样？那是玩笑，那都是为了挣钱，都是为了这个台上工作，工艺术，为了艺术，这样说好一点，嗯，都是为了艺术。第六，哎，可是。各位不知道，嗯，人家二位下了台，我师父特别尊重于老师，嗯，往台上一站，台上随便说啊，只要老两口一鞠躬往台下走，那有个侧幕条，到了侧幕条那儿，我师父肯定一扭头，师哥，您辛苦，这是永远的规矩，心情心情啊，永远的规矩，应该的应该的，我跟孙越就不一样，哦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在台上，我拿孙越不当人。啊，为了艺术啊！孙越台下拿我当狗，那你们是自己人呐啊！我们就这种关系啊！我也想学我师父啊！应该在台上，哎，说完了往台下走，我们俩演完了，走到侧幕条那儿，我说孙老师您辛苦，多好！再看孙老师，滚！嗯，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，好狗不挡道，滚！哎，那就这种。就这种关系，嗯，当然了，需要从我师父身上学习东西太多了。你又来了，啊，真的，尤其是什么什么太平歌词，嗯，我们后台张小辫唱得好，张云雷，竹板书，嗯，元宵晚会大家都听了吗？都看了吗？我师父一嘴一嘴的味道。哎呀，我也是一时糊涂哈，一嘴掰开了揉碎了嚼烂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啊。我有点恶心，嗯，交给我，嗯，交给我。当然了，站在台上不能光说这些，对吧？对，咱得给大家送去笑声。哎，大家不笑，我先笑。嗯，我先笑。我接下来要说点什么事呢？说点我师父不如我的地方。
我没听懂，我也没听懂，咱们就当他没说。哎，说点我师父不如我的地方。你等会儿，哎，不是，哎哎，这那怎么了？这是啊？要疯了，要疯了啊！要疯了！我不如你的地方。对了。哦哦哦，那你说说吧啊。不提不提不提，不算什么成绩，不如我的地方啊，唱戏。你看，哎，你看看人大伙儿的这反应，怎么了？你没听见？这是鼓励我呀！好，没羞没臊吗？这不是鼓励我？我唱戏唱得好极了。其实我不止隐瞒了这些，我还隐瞒了岁数。刚才我说30多岁，其实我今年70多岁了。那你这手术很成功啊？当然了。啊，当然，裤衩着火，当然了。今年多了岁数了啊？70多岁。谁呀？我，唱戏唱了几十年了，各位。哦。哎，过去北京有一科班啊，叫傅连城。哦，那可是了不起的科班。有吗？对，我就从那儿出来的。那是中国京剧的摇篮呢，摇篮，多少大家名角都是那儿出来的。对了，最早有七科：喜连富、盛世、元运、庆生平，这么七科。啊，这都知道。哎，怎么有质疑吗？怎么不喜连富、盛世、元运、庆生平？哎，再来，再给孩子一个机会，再来，咱们再说啊。喜连富、盛世、元运。庆生平没办，对对，美好的愿望，对吧？是，就办了七科。嗯，其实人家转入地下了。这个教唱戏有这么见不得人吗？转入地下又续了七科。哦，这后七科是什么字啊？一场不看都难受。他是得转地下啊，太没文化了。我再听一遍，这后几个字是？一场不看都难受。哦，这艺名当家就带这几个字儿。对，你是哪科的呀？步子科。那你的艺名叫不群。啊、哦！哎呀，还真客气啊！老说那个岳不群，就是我。哦，武功高强啊！真好啊！岳不群就是我。啊、嗯、啊、嗯！哎，唱戏唱得好极了，唱很多年了。唱那么多年了，你唱戏的？对呀、啊，京剧。嗯，傅连城。嗯，不字儿了。不字儿了。岳不群。谁？我还有徒弟呢。哎呀呵，复姓令狐。啊、哦，令狐二中。那个有个念冲字儿的，那个在您这儿怎么称呼？不念冲，就令狐二中。我是见了高人了啊！一直唱戏，咱这些年咱不提了啊。嗯、前几年，我突然间想唱戏了，我找北京城啊一个大戏院，叫啊，这个嘴最近有点瓢啊，大剧院。你再说一遍。大剧院。大剧院。对。嗯、大剧院，嗯，国家大剧院，谁呀、啊？我。哦，你能上那儿唱去？哎，我找、哦、找他们经理。我说经理你好，我叫岳不群，我是唱戏的。我原来唱戏唱的好极了、哎，我想在这儿唱几天戏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交钱吧，把钱一交，哎，日子一定，我回家自己写海报。怎么这么哎？这么大的角儿，怎么还自个儿写海报？生动。哦、自己写的海报生动，他们都写不了。嗯、哦、嗯、哦哦、亲爱的朋友们，注意了，著名的京剧的大个的表演艺术家，这一张纸就没了吧？大纸。哦，著名的京剧的大个的表演艺术家，嗯，还是大个的，嗯。岳不群（括号先生小姐无所谓，他们自己填啊）。心真宽，嗯，要在这儿唱戏，哎，哎，意思我能理解，这儿那哈儿怎么写？
这儿哈儿。我北京人啊，我有口音的。你哪儿的？你这个普通话有点太普通了啊。我北京的呀，北京郊区啊。啊、哦，离着北京有多少公里？700来公里。你要说郑州还近一点要在这儿哈儿唱戏，哎，那哈儿还真不会写。那是呵儿哈儿。您这玩意儿还带汉语拼音的啊？（括号）国家大剧院啊，岳不群的戏那真是好极了，太水了！您这个词儿啊，特别的好啊啊好！岳不群打小学戏，谁问你了？问不问我也得这么写啊！打小学戏，打小学戏，嗯，四岁成精，四岁成名，要了亲命了啊！小名四岁红啊、哦，四岁红，真的，这谁质疑你了啊？特别的好，哎呀哎呀，嘴太碎，请你要相信。嗯，后边有三出戏码，还有地儿写吗？有啊，我看这就差不多了。三出戏码，头一出啊，啊，五加皮，哎，你喝小瓶的，喝大瓶的受不了。什么小瓶大瓶？五加皮吗？那叫五加坡。五加坡啊，五加坡。二一出什么？色狼探母。哎呦呦呦！好、啊，这海报就能把警察招来啊！四狼探母啊，四个色狼。好呀，一个就够瞧的了啊！四狼探母，杨四郎吗？对呀、啊，杨艳辉四狼探母。是是是。三一出，三一出是嘿嘿，空城计。嚯，三出戏，好、哦，这都是了不起的剧目，连唱三天啊！哦，连唱三天，五六天。哎，把你我拦您一句吧，这五六天啊，哎，连唱三天，哎哎，五六天啊！你住口吧啊！这咱们得把这数弄清楚了。刚说完了连唱三天，怎么又写上五六天了呢？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啊，五六天吗？那不周日吗？什么周日啊？我不喜欢那个字儿。哦，这是受过伤害的人啊。一定是被姓周的打过啊、哦、你要不行你举报我去，这没有问题。您的任务是逗观众，您不要逗我、啊、好吧。对不起，我忘这茬了啊。五六天，五六天，哎，三天，三天，五六天，嗯，括号啊，三天，这是个点睛之笔啊，点睛之笔啊，啊，三天，啊，三天很有用，很有用，是是是是，大伙儿走到这儿一看，这海报，哟，这是这海报，著名的京剧的大个的岳云鹏，岳不群，你看。字儿多了自个儿记不住、哦、要在这儿唱戏，这儿岳不群的戏那真是唱得很极了、哎、啊，四岁成名，呦、哎、呦，观众都认识、啊、连唱三天啊，三天啊，三天，太棒了啊，口口相传啊，但是你这海报不成立。怎么不成立啊？你并没有写价钱，无论前后排一律一千，前排跟最后都是一千啊，啊，都是一千。您唱过戏吗？唱过呀。多少钱？五千。我是后排，后排。晚上呢？啊，是，嗯。五千。你刚才说的是一千，哎，一千吧，一千吧。啊，就算一千吧。对，因为不是，你这不分前后排都是一千。一律一千啊！坐前排花一千，看得见，听得着。那最后一排一千合适吗？全是一千，我不管，我值啊！那你这那卖不出去。岳不群值啊！啊，三天啊，你再喊一次他们就跟你一块儿了啊。你我说什么来着？嗯，大海报贴出去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啊、哦、各个地方都是我的广告，手机打开开屏就是我的广告。你不都是一张张写的吗？哎，后来口口相传，拍照片大家都传出去了，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啊，三天，全国的戏迷都很激动啊。石家庄知道吧？那太石家庄戏迷太多了，是都往北京来，
开车来，骑车来，跑步来。哎呀哎呀，怎么着？陆巡要在北京唱戏，要连唱三天啊，三天。来了，都上北京来了。他们离着还算近，打石家庄说得过去。高速堵车呀，啊，哪哪都堵车呀。哎呦，内蒙，嗯，内蒙戏迷朋友太多了。嗯嗯，开车来，火车来，都堵车。他们不是有骆驼吗？人家有马。哦，嗯，嗯，骑马来，嗯，骑马奔北京，啊，骑马咕哒干咕哒干咕哒干。怎么老有我这里头？往北京来，嗯，人骑着马为了省时间。给马装 ETC， 哎，这我都没听说过啊！上高速这马装一，为什么呢？省时间啊！那能耽误多大会儿啊？哎，马不管，马是不停的。哦，马看见栏杆，就噌就过去了。啊，过去了啊！你爱看这个干什么？哎，又有栏杆了，又啊，又有栏杆了。北京来，哦，内蒙的也来了。嗯，哎，路过收费站，马脖子上噔响一声，哎 ，ETC 就刷钱了，倒是方便，哎，刷钱了。嗯，内蒙都往北京来，武汉，武汉戏迷朋友，武汉戏窝子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哎，怎么这烫着了？你这啊，戏迷朋友太多了。嗯，对，开车来，嗯，啊，火车来，骑车来，嗯，火车站人头攒动，人太多了，嗯，人太多了，一列火车。装不下那么些人呢，那怎么办呢？一列火车大概十六节吧，差不多十六节，装不下那么些人怎么办？嗯，加节，加节啊，加节，一列火车32节，加节，不是那还开着动吗？那玩意儿开不动，开不动没关系，后边弄一火车头推。哎，岳老板，嗯，发两列火车不好吗？都行啊，都行都行，无所谓。哦，火车站站长吓坏了。那是，怎么这么些人呢？啊，嗯，你们都干嘛去啊？我们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啊。这个流传很广远。嗯，都上北京来了呀。嗯，上海新朋友多了。好，他上海太爱看戏了，也开车来，也骑马来。嗯，最重要坐飞机啊。是是是，哎，一只飞机啊装不下那么些人。你等会儿知道吗，各位？你等会儿，你这一只飞机，一只飞机，半只麦吗？什么鸡？你听着喊是喊烧鸡呢？烧鸡说变就变。哦，你要变上别处变，别连累我。这个飞机不是论价，哎，价，哎，哎。飞机场人多呀，啊，都往北京来啊！飞机场厂长吓坏了，这怎么了？怎么那么些人？哎呀哎呀，孩子，快点快回来！哎呦，那马回来 ，ETC 到了 ，ETC 驾！您再说一遍，飞机场的负责人叫什么？厂长啊，火车站站长啊。对，你哪怕叫机场也好啊，没有这么说的啊。飞厂领导吓坏了。哎，这可以。怎么这么些人都干嘛去啊？嗯，我们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。嗯，啊，这都是那天的观众啊，都上北京来啊。哦，上海人来看戏。可是飞机也装不下那么些人呢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嗯，哎，人家有办法，飞一个低了一个。这个我没猜着，你再说一遍。飞一个低了一个，啊，两架飞机叠着往北京开呀。啊，这个底一个，对，上面一个，对，两架飞，那你得告诉我哪个先飞。我是个技术问题，有铁丝吊着吗？吊着呢，肯定吊着呀，得吊着吧。啊，我一猜就是啊，吊着呢。那有没有专业的回答我一下，上面先飞还是下面先？无所谓无所谓，你得容人家说呀。无所谓，反正都上北京来了。啊，都上北京来。还有水路。哦，还有水路。有水路。哎呀，船上装不下那么些人怎么办？自制大木盆。这是什么宝地方来的顾客？
大木盆往水里一扔，跳到大木盆里头弄俩擀面棍，就往北京滑呀！哎呀，哎呀，边滑还边说：“哎呀，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啊！”啊，三天，嗯，都往北京来了，来吧，这是上海，乌鲁木齐。好家伙，新疆的戏迷朋友太多了，对对对，都上北京来，京剧发源地嘛，嗯，嗯，捧着你说啊，嗯嗯，火车，火车稍微慢点，对，飞机都往北京飞，啊，全国的飞机都往北京飞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堵机了，咱天上的飞机查住了，我都没听说过，飞机还有堵机的，堵机了，查住了。哎呀，你堵死我了你！哼，开飞机那个人把玻璃摇下来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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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哥，我先过行不行？我先过行不行？凭什么你先过？我这还低了一个呢。嗯，哎嗨，他飞得慢呢。我先过，我先过。嗯，我们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啊！好，都上北京来。嗯，来吧。乌鲁木齐远了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骑羊肉串的炉子，暖暖和和的，有的吃有的喝。那能飞得了吗？别敢刮风，省得自然飘起来。那能起得来吗？飞得了吗？你看，你不是能装 ETC 吗？新疆的朋友怎么办？往身上绑窜天猴。哎呀！你看那孩子笑的，绑过吧？你瞧，就是绑过，绑窜天猴。哎，一点，砰，就往北京飞。观众太爱传统艺术了。哎，嗯，飞着飞着碰见一个飞机。打开窗户，哟，哥们儿，怎么来的？我窜天猴，比他还快呢。你一天吃几遍药？爱惜自己的身体啊！反正就是火呀！哎，那是听明白了、就是火呀嗯。马上就到礼拜五了，马上就要开戏了。嗯，头一天，北京满了。哦，满了。哦哦哦，都要听我唱戏。就这一千的票价。大伙儿不嫌贵，不嫌贵，还真有人买，满了，各位满了，嗯、好好好，马上就要开戏了，台底下全都坐满了，这会儿又来了一千多位，不，这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当天，当天礼拜五啊，礼拜五就都坐满了，坐满了，坐满了，经理出来又几位没票了，实在是没票了，嗯、你看上里边看看，哎，实在不行啊，咱就站票吧，好吧，站票。站票，嗯，站票也行啊，打个折，找一旮旯就得了。旮旯哪儿都行，站票一律一千，站票也一千。我不管前后排，一律一千块。那有人买吗？那玩意儿有，离开戏还有半个小时，哎，又来了五百位，买票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啊、哎哎，三天。嗯，喊完就回去吧，也过了瘾了。经理说、啊、没票了，各位实在是没票了。对呀、啊，站都站那么些个了，实在不行啊，咱就。蹲票吧，蹲票，蹲票，还有蹲票，有哦，蹲票便宜了，不，一律一千。有的朋友说，有的朋友说蹲哪儿啊？你看这个人哪都是上宽下窄，对，两个人中间啊这儿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蹲的。这个这儿这词儿你用的很款式，是不是？嗯，就这儿，嗯，哎，蹲这儿，这位刚蹲下，站着这位高兴了，嗯，哟，哎，茶杯有地方放了啊，哎，这好，搁人脑袋上了，嗯。离开戏还有十分钟，嗯，又来了一百位，哦，又来一百位，买票买票、哎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、嗯、啊！嗯，经理都哭了，那是老几位实在是没票了，嗯，上屋里头看看，要想买票也行啊，咱只能趴票了。都没听说过还有趴票，趴票怎么趴呀？这个座位底下都是有空档的呀，有打最后一排匍匐前进。一直往前爬，哎呀呀呀！所有座位底下都有人。好家伙，都有人！哎，给我爬过去个去啊！哎，嗯，买票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。嗯嗯嗯，大哥你真配合、啊。对，说有就有啊、嗯！凭空帮我加了一个包袱。匍匐前进，趴票就得便宜了，一千啊！好，一千，好嘞！哎，嗯，又打最后一排，趴到这个第一排，嗯，坐着这位不高兴了，怎么？呀，怎么着？呀呀呀呀！咬脚后跟啊！这怎么出来一人呢？我明白了，嗯，你是土行孙，哎，封神榜的爱好者、嗯，什么土行孙？我是戏迷，嗯，我要听岳不群唱戏，你那你不能趴这儿，我这脚往哪放啊？嗯，你就放我脑袋上吧。
就放脑袋上了，嗯，受罪那是。刚放下，这位扒了脚脖子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那什么，我能喊个好吗？哎呀呀，这不是这还没开戏，你喊什么好啊？不是我怕我活不到那会儿。说的有道理啊！我先喊一个，先试试吧。嗯。啊！哎，行，又踩上了。我以为得说三天呢。嗯，马上就要开戏了。好，门口。又来了24位啊！又来24个，24位，这回没地儿了。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啊！三天不让我们进，我们就剖腹自杀了。哎呀呀呀！呵，家家气性很大。那这图什么呀？经理彻底崩溃了，实在是没票了，各位，嗯，没地儿了。你看看这剧场啊，由上到下，你看，嗯，哎，要想买票也可以，调票。什么叫吊票？剧场上头啊有8个电扇。好，这可是个老剧场了啊！一个电扇，3个扇叶，38。嘿，正好24位啊！哎，赶紧打发人去买绳子，给他们捆上。哎呦，捆上！吊票多少钱？呀，吊票1000呢 ？No。怎么？1040。这一般可都是1000，怎么吊票倒多了？绳子钱啊！哦，绳子钱啊！讲理，哎，嗯，挨个给他们吊好了，嗯，蹬上去，嗯，蹬上去，马上就要开戏了，有10几位骂街了。为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嗯，凭什么？他看前头，我们看后头。来，经理一瞧，哎呦，还真对，这个3个扇叶啊，1个冲前，2冲后。是，有瞧不见的。嘿。大部分人是看不见的，那怎么办？最后啊，怎么办呢？我给他们出一主意。嗯，我说经理，把电扇开开。嗯，打开。对，一块转是吧？哎，哦，不能快了啊！哦，5档不行，5档一会儿24个全死了。对呀，啊，搜干了吗？哎，就1档。嗯，慢慢转。嘿，谁都能看。这可好。哎。哦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嗯，我后台我也弄好了，嗯，穿好了，打扮得了。您听这词儿，弄好了，嗯，这就要唱戏了，嗯，来吧。刚才我说头一出什么戏？色狼探母。不是，武家坡，啊，武家坡也可以。什么叫也可以呀，啊？因为刚才我没记住，啊，武家坡，哎，嗯，一马离了西凉界吗？对，哎，碰头好吗？那是。各位，要不要我？谁电话响了？这会儿接电话是不是？这剧场的铃声响了，来吧，嗯，那我来一个。来，各位先等一会儿，第一排是大姐睡着了。嘿，大姐，嘿，听戏了。哎，这是打电扇上掉下来的。哦，行了啊，嗯嗯嗯，打扰您休息了啊。一马离了西凉界啊。对，哎，听着啊。一马离了西凉界，这个还不如那竹板书呢，嗯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叫着一嗓子就平台底下，哗，哎呦，这个好啊，这个骂街，那是啊，骂着街就退票去，哎，效果就跟现在一样啊，哎，要退票，哦，都要退票。您别说啊，啊，真有24位没喊。哦，爱听，掉那儿下不来了。去你的吧！谢谢，说的好与不好，各位担待着听。传统相声叫做卖吊票，这个节目也是我师父一嘴一嘴喂的啊。哎呀，我师父就那会儿就喂过几个节目，一个叫卖吊票，一个叫八马褂，还有一个叫白蛇传，还有竹板书，这一系列都是我师父那会儿他还年轻，那会儿一嘴一嘴喂的。嗯，感谢大伙。这个形容词就不要再说了啊。啊，这是第3天演出了。第3天。啊，明天还有1天。这个演出是去年10月底我们安排下来的，啊，就想的是先唱京剧，唱3天京剧，然后是古曲的系列演出，最后是几天相声蹲底，
结果呢，这个我们古曲社呢，好多老太太呀，扬完了之后啊，太累了，老太太们，说我喘不上气儿来，还得缓一缓。我一想也是，都七八十岁了啊，所以我们把古曲呢就摘出来了，搁在今年的五一期间我们再演。但是京剧跟相声还保留了啊，这挨个的给他们就安排时间，可麻烦了。是啊，这都挺忙的，尤其他今年春晚上完之后红的都不行了啊。就你这样人打了一点都不冤。我也知道害臊啊。谢谢大伙儿吧，谢谢大伙儿这么鼓励，这么支持。是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都是您各位捧我们。是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郭德纲代表德云社，谢谢我的衣食父母，谢谢。看着岳云鹏一步一步成长的今天，我是很欣慰啊，特别开心。你今年到底多大了？我38岁。你38？属牛，85年。我48岁，48。他来的比好多孩子都早。早啊！他来的时候我还没来德云社呢，你想。这买卖是他的。那会儿还不叫德云社，不叫德云社，叫北京相声大会。最早我们叫北京相声大会。对啊，这是后来才改的名，张文顺张先生。因为那会儿你后来越演越好了，陆续也有人找咱演出了，外边能接演出，人家让你开个票，开个票，你咱没有票那会儿啊。嗯，你想当年最开始他们小的时候，他也张云雷我们那个出去给人演去，像北京城春节庙会一演演6天7天啊，就是演完之后人家靠啪啪啪一说，给这几天你们这爷儿几个啊，给你们3000块钱2000块钱就拿走了。那后来就不一样了，你涉及到人家拿我们当真事儿似的了啊。你们这个演出团体叫什么？我们叫北京相声大会。好，那个得开票，把他杀了。没票，哪有票去啊？你看这怎么办？后来明白人告诉我们，你们得注册一公司啊，注册。所以注册的时候我们就商量，再叫北京相声大会它不像个公司的名字啊，我们那儿那张文顺张先生得起一个名儿了，嗯啊，这么着商量来商量去，叫德云社啊。这一晃这么些年了，这都是跟着我一块儿，有快20年了，这个19年嘛，他19年，嗯，张云雷比他还早，比我早，张云雷来那才这么大，那小孩儿，嗯啊，这么大，哎，小辫儿，小辫儿啊，挺好啊。现在呢，孩子们也都成熟了啊，这个。这次演出呢我也挺高兴，尽量都把时间摘开，除了于老师实在是赶不过来了。嗯，于老师在外边拍戏忙，拍戏他也不怨于老师，去年就签了。那会儿我说你去呗，人都找他帮忙啊。签完之后呢，到今天没拍完，实在摘不开了。我说那你先给人拍吧，那么些个女演员是吧，去吧。啊，就这岁数，他比我大4岁，他54、55了，这岁数了还能去，就说明还挺好的啊，去吧，嗯，啊，让他先野去，风些日子。但是于老师说了，说无论如何5月份时候天津演出，一个是天津德云社成立2周年，我们会有一个系列的庆典演出，还有一个我们连着几天的德云古曲社的正式对外演出啊。于老师，我就玩命想办法往回赶啊。我说你要回不来，你看女演员回来俩也行是吧？啊。挺好啊，各位对我们的鼓励支持我们都看在眼里边了啊，不是我们说了多好，是您各位不拿我们当外人，是啊，捧着我们。我们把今儿演出的演员都叫上来，咱们聊几句啊。来，我看了一眼，谁适合站这儿给您量着？我一看，不用，就这儿挺好。我把后边这个依次给大伙儿再介绍一下啊。你看头一个那个啊，那是侯震的徒弟啊，庄子健。嗯，哎，有一个举牌的，那是庄子健的粉丝吗？没事，你撂去吧啊，到他你再举起来啊。对啊，旁边这是我徒弟李鹤彪。这大伙儿也都熟，这都天津的孩子啊。王善勇啊，高玉凯啊，张九龄
这个大高个呢，也是我徒弟，也是我外甥啊，王九龙。朱鹤松啊。好，爱爱看，爱看啊，捧哏巨匠啊，我徒弟啊，靳鹤兰。尚九锡。郭霄汉。郭霄汉，全场就你有一灯牌，你解释一下。这不符合常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行吧，就那样吧。啊，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。一到这个环节呢，其实就是大家很放松，经常有观众哎呀看谁唱两句如何如何的，咱们今天也不例外啊，让他们再给大伙儿表演个小节目。我们先让这个郭霄汉的举灯牌的粉丝唱一个来。给他薅上来，快点！问他改不改？彪哥算一学活的。今日说法啊！行了，下回注意吧啊！这个大伙儿想看谁演一个什么呀？唱一个什么呀？啊啊！有人喊上九锡啊，上九锡行。谁？哦，还你爱听谁的都有，那别着急，咱们挨个儿来，好不好？啊，有喜欢尚九锡的，那么我们有请庄子健。哎，因为俩人没什么区别。准备好了啊？对，你先告诉我你要干嘛？就表演一个小才艺吧。那个人叫侯震，是你师傅。对，我不怕。你是你师傅硕果仅存的徒弟啊。就是他养老送终都指着你呢啊！你可要好好的。哎，来吧，今年是这个兔年。啊，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口技。你要吐这儿吗？你别弄一桌子啊。哎，别吐着，咱还干呢。表演一个杀猪。谢谢大家。他师父叫朱震，你知道吗？这传出去好听吗？这个啊，那是相声世家的事情，跟咱们没有关系。哎，李和彪，快替你看看啊！他那个徒弟没有咱们徒弟露脸。彪哥唱两句，彪哥唱得好。唱一个山东二黄三家店行吗？江山而来，只在这大街胡同口。止不住伤心的泪呀，滴了点点往下流。提起来家乡住处，我也有。尊一声哥们儿兄弟三老四少，听我了说从头。家住在山那东，济南府历城县，转住巷往东走，一二三四抬头看着黑的西的大门楼。我的娘在家中啊，年高寿。我的爹在前朝，这个大马金刀做过了定国侯，此一番充军发配，等着路上走，扛着家，带着锁，带着锁，扛着家，扛家带锁，带锁扛家，喜得灵灵，这不是个满面羞，也不是杀人的凶犯岳泽寿，而不是宁门巧舍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挑些大牛。来，俩人弄走，快点，快弄。这电影靠山吗？可以了，可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别看，你别看，没板没眼，没韵味，这还挺。刚才我们那杀猪可在板上。李和彪，你没打过杀猪的啊？单勇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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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单勇是正经天津卫的娃娃啊，给大伙儿表演一个杀什么？别的，再来喜庆点的。太好了，哎，唱两句京剧吧。来呀，要是李和彪那样的就不用唱了啊。不，来一个这个。完璧归赵，好一伙流水，好好好，蔺相如啊，凤凰旨意，没问题，太棒了。凤凰旨意刀琴那棒，登山涉水马蹄啊忙，耳听得金鼓咚咚震天那响，不觉来到了秦国边疆，看关口旌旗招展，刀枪明又亮，儿郎国鼓称好啊枪，打要打啊白无酒往内闯啊啊啊啊啊啊，这多好啊，正经是个节目啊。那个高玉凯快来。大凯凯。嘿，
有的，这个高玉凯呢，我得单独介绍。啊，你看他在后台，他也管我叫师傅，他是评书门，是我的徒弟。要按相声来说，人家老恩师，咱们天津的名家魏文亮先生。哎，嗯，好，就算演完了吧，好吧。哎，好嘞，演完好嘞。来，以为到这儿那么轻松呢。我来几句说唱吧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谢谢大伙儿。那虽然没有掌声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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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个天津说唱吧，天津版的。来到了天津卫呀，我是嘛也没学会，哎，嘛也没学会。再次介绍一下魏文亮先生的徒弟啊。我也没见过那么配合的孩子。郭笑汉，你给我过来。你解释一下那个灯牌怎么回事？这个，你看看，整个这屋里边，除了那几个安全门那亮着的，剩下就是你这个啊。你解释一下。这个可能是那个安检的亲戚吧。嗯。偷带进来的，这我也不知道。那你表演个节目吧，折一折这个尴尬。行，那我就给这个举灯牌的这个。小姐姐啊，小姐姐，我唱两句。是个女孩哈，女孩子。那你们别跟人斗哈，站起来看看。啊！哎呦，棒棒的，好孩子啊！知错就改是好孩子。唱。今儿回去就把相声记了。嗯。下次别开开关就可以了。嗯。哟，还嘱咐上了。那让他上来，我问问，是你女朋友吗？不是不是，我都看不清，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。我那，你在这儿，我看你衣服什么颜色？哦，白的不是。啊，这个白的不是。下来干嘛？不要下去，孩子，不要下去。给大家唱两句流行歌啊。好的，是不是这歌不伤人？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流泪。谢谢，少爷，您有点对不起那灯牌，真的。回去就给他拉黑了，听见了吗？啊，嗯。朱若松，哎，快来。朱若松，正经天津人，在后台被称为是捧哏巨匠。哎，啊，这走，这个呢？哎呀，有人不太熟悉他，但是您可记住啊，这他要红起来之后，谁也拦不住。你想在后台，岳云鹏他们这一大堆说相声的，爱听他的相声。我的偶像啊，你看看，真的兄弟，他这个，你放心，等孙老师一死，我肯定是相声。哇，上师傅那里，那个大年纪的啊，哎呀，那不还得等好几个月嘛，是吧？啊，确实是这个好日子什么时候会来啊？朱若松走上这个家乡的舞台呀，心情非常附体儿了。朱若松走上这个舞台，心情非常激动。我有这两个小伙伴啊，和这个靳鹤兰先生，还有这张九龄先生，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，所以我们仨人啊，准备给您奉献一节目，好不好？上人啊，上台呀、啊。上啊，别看我们哥仨啊，咱就实话实说，我们哥仨这嗓子呀确实是有点这个，用我们行话来说、啊、你来不来、啊、不是，我就用行话来说，这就有点跑调。但是我们仨人从小就玩音乐，他从小就玩歌厅，他呢老掰在大胡同叨叨钢琴，所以我们仨人啊离音乐不远。所以说来递个令子开始，直接来了。来，主要我们哥仨确实在德云社，尤其这个后台稍有这个唱跳男团。对，唱跳男团，我们有一个混号叫中山门男孩，包一个不如一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一个传统的舞蹈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好来啊。哎， One two three go。 哎哎哎，你是我的宝贝，想你的滋味隐隐作祟，宝贝宝贝，跟我干一杯，这是你最爱的黑桃 A， 干杯！还再来一个，我要看懂了，我是那个外甥，哎，快来吧。这个他们刚才怎么不带你来？那个这我不想跟他们同流合污。好孩子有志气啊，是吧？你演一个什么呀？我这刚才在后边听了，彪哥既然唱了，我也唱一个吧。好呀，我也唱一个。啊，我唱一个评戏吧。
提前跟您说声对不起。哎呀，对不起了，不用唱了，不用唱了，我来了。不定多难听了，一定要超过庄子健那个。哎，正行走来，用目观，又来到王怀的大花园。高大鼻腔，青石板面，树木朗林，倒也威严。当若是，这是寓意着肥猪拱门啊，有一好年景啊。行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上戏，上酒戏，上酒戏，快来吧。你看人小姑娘们打刚才就喊你的名字啊！哎，谢谢吧，谢谢谢谢。喊这半天连个灯牌都没有，你看人郭笑汉呀，你别看演的不怎么样，人还趁灯牌，来吧，孩子。啊，给大家唱一个我自己写了一段那个说唱吧 ，rap 好吧？是那个来到天津卫什么也没学会那个吗？不是啊，不是，哪能央啊？咱是您教的。Yo， 我开启自己的 flow， 和儿时的不肉去过平行宇宙，霸气外露，我飞船开的贼溜，在那个空间里可以翻穿变个兽，那和童年的时光宛如白驹过隙，成长的故事好像装满肥皂剧。You don't care about me， 节目换成花絮，其实每次经历都是给人生加戏。我以三思而立，依旧循规蹈矩，偶尔差强人意，难免唉声叹气，整理失落情绪，通通拼接一起。我竟然发现这段唱词可以设笔成趣，不用怕，就让我开着全场，不用怕，就让我开着全场，不用怕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有点卡碟了 ，Yo Yo Skr。下回要演这个自己带话筒啊，都是哈喇子啊。哎呀哎呀，坏了啊，有人要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很惭愧，我前天我刷那个短视频，我看到小辫在台上是一段接着一段，一段接着一段，人家唱的是真好。你也可以打心眼里羡慕人家，我唱的是真啊！为什么？什么？我这没听明白。没懂，没懂。反正观众说了，想让岳云鹏唱两句是吧？啊，你看看怎么办吧。听什么？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啊。你比六环少一环，你看我会唱，咱就唱，是不是？不会，我就问你一句，哎，这歌还没死呢？没有啊，活得挺好的呀。好家伙，唱确实唱了有点，太时间太长了。挺好的。宋行郎，好啊，咱会，张嘴就来。说有就有，来。一不叫你又来呀。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肚进口啊，小妹妹送我的狼呀，送到了大门洞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狼多待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狼呀，小妹妹送我的狼呀。楼上的朋友啊，看看能不能盖过楼下的朋友，楼下的朋友不要发出声音好吗？小妹妹送我的狼呀，哎，没钱还挺有劲儿，你看看。楼下的朋友啊，楼上，sorry，
听听楼下的声音大不大，楼上不要发出声音啊。小妹妹送我的狼呀，有钱也有劲儿。哎呀，我救不了你们了，一个又又能玩半宿。行，谢谢小月啊。嗯，没听明白啊。好，行，我听明白了啊，听明白了。叫小帆是吧？他让你唱小帆。我来不了。观众的心愿啊，我来不了。这个连着第三天了哈，明天的演员呢也挺好啊，不知您各位有没有名的票啊？哎呦，有一位啊，你看，你四场都来了，太棒，这个土豪啊，哦，这位哦，这位也有啊，那真好啊。那看那活该了，行了，这演出陆陆续续也都开了啊，今天开始我们就多说相声呗，大伙儿这么捧这么鼓励，我们看看后台演出部递上来的单子，我们打四月中旬开始啊，就一场一场接着就演了啊，谢谢各位的鼓励支持，你们多攒钱吧啊，啊，我给您快乐，您各位给我饭吃，咱们是一家子啊，来，都往前站，往前站，往前站，来来来，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，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，走过三里桃花店啊，越过五里杏花寿康宁啊！谢谢。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